我给他派一个来去高雄，就是破坏还摧毁高雄的城市质感。哇，那个帽子扣得太大了，然后我自己感觉配表不错，色彩鲜艳，热情洋溢。我的来去高雄比较没有质感，还是你当个渣男比较没有质感？哎呀，渣呀，渣渣渣！今天因为一群记者找我，实在吼，我有个不爱回应，因为这也无我的代志。迄别人的要去甲谁接触，嘛无我的代志。只是讲安尼看起来，我一阵批评讲，我给他派一个来去高雄，就是破坏还摧毁高雄的城市质感。哇，那个帽子扣得太大了，然后我自己感觉配表不错，色彩鲜艳，热情洋溢。我将台高雄的路名一位一位拢来写出来，啊，嘛是我一心一意吼，想要为高雄做一点么好代志，不因为他是在谁的执政之下，人家选掉了后，我才去写的歌呢，我跟选举也无关系。为什么那会觉得不非你族类，你就非要把对方逼死不可？啊，这时候我可以逼你吗？这我的拍片。我的来去高雄比较没有质感，还是你当个渣男比较没有质感？哎呀，渣呀，渣渣渣！哦，我是较袂，我都想象讲，在他的办公室、办公时间，门关起来，一地门薄薄啊，内底拢无啥卫生，大家唔捌做过爱吗？内底拢袂使烟，袂使烟，啊，外口遐即款拢真正无听的吗？是你们是容忍他这样，还是觉得那是不要紧的？哎，局长跟副驾 OK 的，你是不是这样想？然后这么重要的职务、重要的人摆在我们的国家团队，哦，他有没有摧毁国家质感呢？有没有啊？哎，今天太侪朋友，我电话接袂离，我不要存，索性我讲，拢讲报应啊，报应啊。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了呢。但是我并不希望这样的报应在我们众多的女性身上啊，女生们还是，哎呀，被这样还是蛮可怜的啊。但是，哦，女性们未来在职场还是较小心的啦哦。啊，遇到这款的渣男，真的非常的不得已，非常不得已。哎呀，好有质感哦，为他做一首歌吧，渣男。台湾科技的渣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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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渣，娃娃讲的渣，好啦，谢谢大家。无啦，国家无应该玩的团队啦，伊家己的代志家己负责。那伊的团队的人，知无？是放任吗？知无？哦，那你真的摧毁国家质感哦。